您看到的坐落于东四十街2256号的豪宅，占地面积超过520平方米。进入门厅就被超高的挑高空间所深深吸引，过目不忘。客厅的超大窗户保证了良好采光，精致的煤气壁炉温暖舒适。正餐厅高雅大方，欧式风格皇冠造型的天花板令人印象深刻。通过精美的玻璃大门来到宽敞实用的厨房，用餐区小巧迷人，家庭室温馨宜人，也配有煤气壁炉。从家庭室可以直通充满绿意的后院，这里有双车车库。来到楼上您尊贵的主卧室，这里配有私人阳台、步入式衣帽间和私密卫生间，卫生间内有高级按摩浴缸。这一层还有两间卧室以及一间带玻璃淋浴房的卫生间。本豪宅的最底层是一个两居室套间。本物业所在地区深受亚洲文化影响，沿着维多利亚大街走不到两个街区，就有很多地道的亚洲美食餐厅和亚洲商品专卖店。您在这里能买到最熟悉最喜欢的家乡特产。这里还有牙医诊所，找家庭医生也很方便。维多利亚大街拥有温哥华最主要的公交线路，出行十分方便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本物业的信息，或者您想亲自体验看房，请您联系 Kim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欢迎您点赞、订阅或与好友分享。